我们来看一下改版职业的预告影片，这两个角色真的蛮帅的，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新职业神盾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神盾，先看一下辅战士影片介绍。站在疆界上的战士啊，若选择人类的话，他是拿斧头哦，哇，这感觉是狂战士类型的，拿双斧。审判诸神的辅战士之路。我是想要玩女武神啊，可是辅战士好像比较帅，我想暴力一点，感觉双斧就是可以范围攻击。看女武神。站在疆界上的战士啊，如果你渴望主宰，哇，真的是瓦尔基利耶。我这个比较帅，好吧，女武神好了。神权的女武神之路，是一个视觉系的玩家。那技能蛮帅的，这我用完了。我要看这个，我要看这个。女武神，神盾的分支啊！位移技能，范围技能，经济。我看一下另外一个角色，战士。哦，我可以绑。我觉得辅战士好像比较帅，啊，看他远程的耶，我是不是要玩辅战士啊？完了，我要先选择我要玩哪一支。韩版有说哪一支比较强势吗？我现在觉得好像要选择比较强的角色。哦，他叫罗萨琳。辅战士是远程的，这样我突然想玩辅战士了，有眼的丢飞斧还蛮嗨的，而且又很帅。他有控制技能吧？旁边那个女武神也很帅耶，拿一把长枪在转来转去的。他的攻击模式有一点点的单调，我看他那个伤害跳的方式啊，没有像刺客或者是战士那种感觉，他有点像是弓箭手这样子慢慢打，一下一下打。你们看他的伤害跳的方式，一下一下跳，其实跟我弓箭手打的差不多。他每一学技能打起来的速度就跟我弓箭手一样快。但他平 A 打这么快啊？有没有学了技能的角色啊？这是本尊了吧？哎呦，他双斧一次是两段攻击，干他好快啊！他攻击一次等于两次伤害，哎，这打有点快。你真的，你看他斧头飞出去是一次两个伤害，双飞斧一次跳两个伤害。斧头范围经济是转圈圈定住人，定住他是只有绑住，跟弓箭手一样绑住而已，还是他可以飞？他如果不能飞的话就很好。女武神有吗？其实这两个角色是同一个分支吧？神盾是同一个职业类别，然后他两个分支，女武神跟辅战士吧。所以说我是可以去选择我要玩哪一个，对不对？他就等于跟盗贼一样，盗贼的分支是刺客跟弓箭手，所以他应该是一个职业双分支。那我等于是我可以先转职过去，然后再决定我要玩哪一个职业别，哪一条路线。我想看女武神，辅战士大概就这样子。可辅战士有点像弓箭手，比较单调一点点。如果有看到女武神的，他很华丽的话，我就会想玩。这只会不会太强？这只红变啊！这只有点太猛了吧？战力八万一。九十级，这是鬼吧？哦，对，我变身也要转过去啊。而变身应该可以切换吧？就是我有弓箭手，有刺客，他应该可以让我选择两种类型吧？还是他只能绑定一种类型？不会这么硬吧？他们在打哪一只王？但他们这群人太可怕了，每个都把红宠，每个都把迪亚布罗在跑。这一团也太扯了吧！韩国这一团科长，你看他们全部都火焰造型的，那是最强的，就是各个阶层最强的造型才有火焰。这一团是什么鬼团啊？他的伤害太可怕了，这是不同层次的玩家，磕到顶了吧？他是弓箭手刺客双修，他现在又转刺客。你看攻击都打四位数，照打八九千，然后技能都打一万到三万，有没有亲民一点点？女武神的定位是坦还是输出啊？辅战士肯定是输出嘛，不可能有远程的坦、啊。那女武神是属于输出还是坦呢？这是我比较好奇。
因为我们这边谈够多了，我要转的话，我应该是转输出。如果 New 神可以是近战输出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一下。拿长矛我觉得蛮帅的，像赵云，长枪赵子龙。目前看到的技能说明是比较不明确。你看，其实我如果我要玩远攻的话，我就留弓箭手就好了，我好像不用特别转辅战士。先参考一下，我先看别人转的感觉啦。如果 OK 的话，我再转。我是怕转了之后我后悔。我是讲说我是远程，然后辅战士也是远程，那我就要看一下他的状态跟我这支状态打起来会怎么样，会不会他转完之后输出比我的这支更低？女武神跟辅战都是女角，神盾也是女角，这游戏依旧只有狂战士是维持男角而已，跟战士。刷还是全能的？没有啊，你要看哪一个角色比较适合这种中氪玩家。我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强的角色是法师啊，法师真的是一套下去你就下课了。那种弓箭手遇到法师没什么辙，法师同水平啦，甚至比我弱的过来，起手先把我定住，然后兵我开始一套下去我就下课了，超痛。我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反制他，我顶多闪他一招技能，我用经济闪他一招技能，无敌三秒。可是他如果时间点内没死的话，我就会被他反杀。等一下，这只网就是看三个伺服器去抢啊，看谁抢得到。出喽，出喽！打乱斗啦！速速把它刷掉。哇塞！哇塞！我也被卷死了。我要 all in 哦。哇，喷一大堆耶！移民会想怎么动？好问题，要看那个危机跟老王这边怎么安排。他们一定会想找架打的啦，以我对他们了解，他们一定会想要找地方可以打，但是又不会去挑战那个打不赢的罗莎他们，那根本是打不赢的，他们就可能就尽量不要去碰他们。但当然，如果真的碰到，也只能打。只是奥丁现在，他们要先确定一下还有哪个区可以打起来。因为其实如果是出征的话，对出征的队员比较不利啊。如果有人要过来我们这边撞，应该是有啦，有人过来奥丁区来撞的话，我们就等着他们过来。所以现在就是看有没有人想要过来，或是我靠，我是满血被扫死欸。阿燕，伤害变太高了吧？快死了吧，这快死了，开始灌靠技能。哦，跑跑跑！铁床死了，小王要死了，我看满血被扫一下，快挂！哇，王七笑啦！打我啦！预判他的预判啊，感觉他快开招，我就要先跑。看了你的预判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，yes， 无敌挡到，看到，那招扫下去我就死了。等下开始开范围技哦，好跑，他的攻击模式我抓到了，要转圈喽，他转完圈，不然我会被秒掉。啊，功成身退啦各位，我们今天的奥丁。神盾玉灯，大家记得去玉灯，可以去考虑一下你要转什么职业了，因为感觉神盾跟女武神应该是一个蛮强势的职业，所以要等到正式改版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完整说明吧。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，感谢你们各位，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，晚安。